把掌声送给姑娘们，谢谢。刚才的是一段民族舞蹈当中的技术技巧，那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少数民族舞蹈当中的一些典型的标志性的动力都呈现在其中了。我也想问问其中的代表，你们练这个民族技术技巧是不是也有很多自己的感触和收获？是的，一节课下来一直在转，一直在跳，然后有的人都晕倒了，然后吐，然后现在呢，练了好久以后，特别感谢马云霞老师，然后带着我们，现在一节课转下来已经没有感觉，没有大海的感觉了。这也是收获和成长哈。我想掌握了技术技巧，在这个基础上再要拔高难度，那就应该是完成舞蹈组合和作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民族舞蹈组合，来，有请。我也想问问你们，觉得和课堂上练习相比，我们舞台上跳起来感觉如何？就是更激动一点，更能表现自己，更能表现出来。可能因为平时在课堂上只对着老师，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了观众，而且灯光啊各方面都在配合着你们。当然今天是你们的汇报演出，我们当然甘当绿叶，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想问问你们有什么心愿，今天我们可以帮你们实现的，有吗？有，这个真有。什么呀？其实吧，平时上课都是老师折磨我们。重说，老师什么你们？折腾我们。重说什么你们？调教我们。调教我们。说得对，好，继续。今天我们也想
折腾一把老师。重说。让老师陪我们一起跳一段。啊，这我们就听明白了。那所有老师陪你们跳好像不太可能。那就最想就是想请降点红老师和铁木尔老师。还点将了哈。两位老师愿意吗？点个赞。啊，点赞哈。来，姜老师，我先问问您，觉得这些孩子们今天表现怎么样？今天表现特别好，因为这四年来他们通过他们的训练，我觉得他们现在羽已经丰满了，更像一个男人在跳舞。说得好。铁木尔老师觉得呢？他们现在怎么说呢，更有一种自我表达的一种欲望，这个是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谢谢。所以今天两位老师也特别愿意和学生们同台表演一下，行吗？好哈。那表演一段什么呢？你们说，你们奔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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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请。是从蒙古族舞蹈提炼出来的骑马舞，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点遗憾，早知道我们是这样安排的，就应该给姜老师准备一墨镜，再准备一假胡子就更合适了，还挺像鸟叔的是吧？你们满意了吗？这愿望算实现了吧？实现了。给两位老师打多少分？之前说折腾两位老师来着哈，谁说的？他说的。是你吗？对，不是我。给两位老师打多少分？回学校上课。谢谢谢谢，再次谢谢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也请两位老师骑着马下去，骑着马走到台下。